什么时候有的人一到这里晃了一转过了手就空了，就跟这抡过来，不要这个劲，要让他感觉往外膨开了，膨圆了，而且就走一个上弧线，又往上膨又往外膨，哎，这个劲，你看身体下沉，我怕，手停了，脚也停了，一挤劲就到了，这胯你看啊，拧住了，啪提起来，啊，从这儿用，啪，你看用的是。碾下去，还跟那个这个劲似的，让它碾下去。你看，他手必须要有力，从外切对方，这从外推对方，挤。你看，唰，这是这样，一重心，标准，上，双手攥拳，提。